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人是等一下方俊远平大的朋友吧？他来干嘛？你好，同学，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跟你们一起去唐溪古镇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去唐溪啊？方志远告诉我的。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是以班级为单位出去采风的，所以可能不太方便带你一起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不打扰你们学习，还可以给你们做后勤。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不过呢，你都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，可能真的不太方便，希望你理解一下。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对，做个后勤不好吗？那一起吧。谢谢，上车吧。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仿佛一切已不重要，可是无助的泪水似冰冷的雨水，像是在告诉我，在心中为你不放的关卡瞬间化为徒劳。如果早知情意难求，何必苦苦去挽留，或许生存一丝尊严可以去守候。要不休息吧，明天见。我试图将曾经爱的故事全部都清除掉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仿佛一切已不重要。可是师兄啊，我好想你变得像我喜欢你一样喜欢我呀。你说的师兄是那天酒吧外的那个男人吧？瑞文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因为我喜欢的人在这里。喜欢的人？谁啊？裴仁智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裴仁智。我，你，怎么可能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。喜欢你，所以跟你们来考察。喜欢你，所以一直跟在你身边。我先回屋了。